哦，你让太近了，看到没有？太近了哈、哦。好，来放轻松，不要停顿，一停顿，不然就往后退，拉开距离。我带了这个，我根本你要不要起来？我做不好。好、哦，雅娟，你要攻我哈、哦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扁他的头。好，就压进去啊！他这样刚好手出来，中间都空了、啊。你看他哪边有洞，哪边钻，哪边有洞，哪边钻，哪边是空的？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他那边空的就进去了。对对对，当然前面那只手要小心，想办法把他手把他打掉，然后进去。哦，挡开就压进去了。对，好来。哦，你尽量攻，看到没有？你自己要守的时候，注意你的那个洞很大，空隙很多。啊，手就进去了，脚没有踢到，手就压进去了。对对，喊声。对，那你的脚都不见了、哦，起脚手就进去了，起手脚就对，那手就跟着进去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来，快点来。哦，所以你不要有空档给人家进去。好，来，停，好来。啊，对，很好。你不是用踹的，要踢进去，不能用踹的。脚进去，手就要进去了，没有打到手就要进去了。对，很好。很好，继续。你看哪边空？对，哪边空钻哪边，喊声。对，很好，那手就要进去啦。脚被挡开，手就进去啦。对，很好，那赶快退出来。好，要注意，他没有打到你就要逆击，赶快攻击，懂吗？不是只有退，想办法打他。哎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很好哈、哦，你还是要攻击哈、哦，要喊声。你不是呆呆在那边被揍，继续来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好，来继续来，很好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像这个就要赶快垫两步离开。好，你们要攻击要赶快垫两步离开。对，手一挡开就压进去了，他上段挡开就打中段。好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上段你就打中段。对对，挡开就打中断。
啊，你的脚都不见了，用脚去吓他。好，挡住就整个看要退还是往前冲。对，很好，喊声喊声，对，很好，对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要攻啊！不然这样，他是让你练习，你不练习，一直退。好，来，来再一支，来，快点来，再一支来，想办法得分。对，很好，那好停。好来，好继续。好来，休息一下来。对，很好啊，你像。对对对，压进去，对对，很好，喊声，哎，好停，犯规了哦，又踢人家屁股，踢他屁股都犯规，连腰带一下都犯规的，好来，好继续。那每次暂停重新开始，我还要进一次吗？不用啊。就回到那个线，然后就开始了。裁判就会说哈基米啊，就开始了，就开始了。对，看到没有？好来，继续来。你就不能看对方，看他就进去了，还等呢。好停，好看到没有？好，继续来。对啊，有点痛而已，还不痛。哦，对，这个就有了哦，这个就两分了。来，不要停，不要停在那里，看要退还是再攻，哦，看要退还是攻，继续来，哦，不要僵在那里，你就是被打。好，来继续来。哦，因为他这个不漂亮，所以没办法判分哦。好，来继续来，不然他是三分的啊。嗯。哦，看到没有哦，自己一块肉送上来。哦，你看又送上一块肉，继续来，而且是脸上的肉。来，继续来。S 好，脚进去，手就要进去了。对。你看他慢动作，你都头都被送上去三分。好，来最后一次来，不错不错，慢慢来，把体力用出来，快点来。好停，好了，好来，回到位置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回来
好，来，好好，你好，静怡，好了，休息。